第三题，安安班上有九位同学，他们的体重资料如下。关于此资料的中位数跟众数的叙述，下列何者正确？那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比较简单的是众数。众数就是出现最多次的。那哪一个体重出现最多次呢？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47公斤呢出现了两次，其他各个公斤数呢都只出现一次，所以众数是47公斤。那中位数到底是多少呢？好，一共九个同学，中位数9除以2等于 4.5， 无条件进位。第五个，第五位，由小排到大的第五位同学，体重把他由小排到大的第五个同学。那我们来排排看，最小的一个是42公斤，那再来是45公斤，那再来是47公斤，有两个，再来是48公斤、49公斤、50公斤、54公斤、57公斤，一共9位同学。那中位数呢，就是最中间那一个，由小排到大的第五个，1、2、3、4、5，第五个，中位数48公斤。众数47，中位数48，所以呢，我们的答案呢，就选猪这个选项，只有猪这个是对的。